华夏2500年前就有一座元宇宙，它绘制了447座山、258条河流，开天辟地，海纳百川。它描述了300多种异兽精怪，纵横三界，玄幻离奇。它诞生了100多位神话人物，正邪较量，英雄辈出。这个宏大的奇幻世界由山精和海精组成，流传至今共18卷，它就是上古第一奇书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》浓缩了中国古人的神想之美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异兽英雄们的传奇故事不断被流传活化，时至今日，在无数现代作品中被演绎重生。《山海经》不仅是传说，更是中国人的浪漫。